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品玉。地球有70%是海洋，而且很多深海是未曾探索过的区域。如果有一天地球发生了变化，人类只能生活在海里，那会变成什么样呢？好好奇哦，会不会遇到深海大海怪呢？世界发生异变，陆地被冰雪所覆盖，人类被迫只能在海洋里生活。玩家将成为一名潜水员，在海洋中潜水探险。在深海里，氧气与压力会是影响玩家生存的重要关键，别忘了好好强化自己的装备。另外，海洋中的生物也会把你当作入侵者而主动攻击你，拿你的武器击溃他们吧。随着探索的海域越来越深入，怪物也越来越强。面对巨大的海虫，玩家除了主动出击之外，也要靠操作来躲过海虫的撕咬，万一被咬到可是有致命的危险哦。在冒险的过程中，还会有奇特的机械小伙伴来帮助你采集，成为探索神秘海底的重要帮手。游戏预计会登陆 Apple 的新平台 Apple Arcade， 想要体验的玩家可能要先入手 Apple 的相关硬体才能玩到了。